说实话，你对莹莹到底是什么态度啊？你如果没瞧上她，就给人家一笔钱，好聚好散。这丫头啊，可是我从小资助的贫困生，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你总这样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阿姨，你想通了，你要和莹莹生一个，生个女孩呗。